一个帮阿心在气氛的所在，小酒一杯的欢是小燕介绍的啊，对哦，张小燕介绍的那是伊会晓合起来，那无小燕就合不起来。拍摄对媒人讲拍话是啥物话？这小燕还坐话，还过三百这类。沈世鹏的轮椅特训班，精神尖叫，吓破胆。好啦，你接了，我给你看哈，我知影伊会看到，因为伊穿较短。妈，免看，我惊人，反好人看袂到。哦。科技怎样？试一下，科技就是像这样。啊神登场，甜蜜问候让人乐开怀，就去给人家挨塞子一下，挨塞子啊，挨塞子就给人家打个招呼。 Hello 大家好，这个要啊，对啊， Hello 大姐啊，你们厉害，华语乐坛东方不败张清芳重出江湖喽，进入甜蜜婚姻生活后的她即鲜少在荧光幕前出现，昔日的经典歌曲跟清新高亢的歌唱技巧一直让人永难忘怀，而今天东方不败大驾光临，张清芳演唱会 Live 抢听版，老公放行仅此一次，结束即将封麦，千万不可错过。青春是别人的笑话，朋友的感情看得这么重，心爱的人跟你相今嘛才知影，原来你嫁甲这呢晚，朋友的感情煞来忘记咱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方，伤心的目眶来地讲悲惨，让我心肝头是痛几工，忍心来听破你欺骗。我叫这个金瑞啦，啊无你甲伊徛做伙，你会怨叹啦。好朋友，我爱顾着你，对不对？好久不见呢，这个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哇，你们两个感情很好哎。啊，阮好朋友啊。哦，过去阮较早做秀也捌做伙。哎呀，哦。今天我要真的要谢谢朱哥哥。怎么说？因为呢，因为有朱哥哥的那个餐厅秀啊，龙鸭朵，我们家有赚到钱。哦，赚到现金，你知道哈？哎呦，付医药费啊，所以我哈一定要来给你多谢。所以我虽然你是破病做掉的，医药费，我也是去付医药费。你知道爸爸破病嘛？那时候没有健保嘛？哦，对对对对。我礼拜现金嘛，一些邮寄啊，一直爱现金，就是爱作秀的钱啊。啊，一直那哈，想讲哈，一定要找机会感谢他。嗯，尤其嫁人之后哈，就甘心的跟我讲哇。这个我一定要当面谢谢朱哥哥，结果拢走无去啊，出国深造，好丑陋啊！有一天你听我讲，有一天我安尼，我拢在电脑看新闻，台湾的新闻，看了，哇，诸葛亮，我想完蛋了。电脑那是什么会有发生什么会？头条大部分拢是发生什么代？我算我耳朵出国深造，吃乌链去用摄到，一张相片，啊，这个耳朵相片，哎，我就是讲，啊，遐也无写讲我安怎啊？看到你的相片，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是迄阵看到我的相片，是讲你嫁迄个阿唔对，应该嫁即个安尼嘛？啊，你来遮讲啥物拢不要紧，因为你甲我感情袂歹。大家虽然较早真少伫咧做秀，你阵啊一句都无插我，伊拢嘛唱，我拢唱第一个啦。嗯，拢唱在搞，哎呀，伊阵啊，咱讲实，伊阵啊袂清开。
哦，正刚刚刚开始，但是阮访问拢伫阿伯，对啊，哦，啊，但是你买啊，你上好诶，对不对？你即马就好命呢，好好命，越来越漂亮，然后你皮肤好好哦，无啦无啦，真的很好诶，啊，无卡管啦，虽然生两个啊，无卡管啦，又尽量挺卡管的。我来讲，拄啊彩排毋是穿即双，拄啊穿平底鞋，即马正式来搁甲我换即双，我雄雄说我已经。对啊，啊，我够穿啊，你啊穿啊就水啊，我有每日教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伊这无得卡的，伊调理穿安尼。我唔是故意的啦。伊前面讲刮青来，伊关两个，关一个你，关一个龙飘飘。我无，我真正无，开玩笑的啦，因为。我现在看到这件衣服真的好漂亮哦，不是哈，哦那个气势，外公，这小燕姐讲技术上最爱老李，张小燕哦，嗯，张小燕叫伊老李哦，叫我技术上爱老姐姐不？哦，伊要选真正讲你后摆老好伊就对啦，啊是啥物回事？是你今天衫穿了啊，就要安怎啊？你啊？不是啦，啊无张小燕嘛无你，再介绍我你，这是手尾面，不是，啊无那要老好伊。技术衫就水诶，要留伫咱的这部穿了啊，穿了迎上我小燕姐，安尼。啊，这爱讲好啊，这小燕姐会啊，过三百这回，不如我一定爱好伊。为什么爱好伊？伊这个翁就是小燕介绍好伊啊。对吼。张小燕介绍伊，迄是伊会样合起来，那无小燕就合伊啊，我跟你讲。你是潘社对媒人讲潘伟还是什么？张小燕的个性我是知道的。不过朱大哥，我要跟你报告一件事情，你知道阿芳姐魅力有多大吗？多大？嗯，你看这边有一位朋友特地从台中上来看她，一直在狼哦。这个是我的，真的真的是我的歌迷。我今天看到她有一点吓一跳，因为她眼睛是看不到的。啊，是盲友。啊，你看不到，你是安怎蒙掉到台北？你家己坐车呢，我嘛是做环路的。啊，不过我刚想想的，咦，他那时候做我歌迷的时候才是高中生，所以现在已经长大，所以可能可以自己搭车了。哦，我是嘛去环路的呢。啊，那个阿姐嘞，美惠来，好，有这美惠哦。嘿，美惠来，哦，谢谢。哦，无简单嘞，啊，你皮包我怎啊藏的羊体里面？我甲你看，你内面有现金无？有迄车票啊，车票。哎呀，哦，你伊咧读高中就你个迄落。伊暗时拢会敲电话，我咧主持电台嘛，伊拢甲我开讲。你啊啊啊！朱大哥问好。哎，朱大哥好，怡姐好，大家好。啊，你真正目睭，真正目睭无看。对。啊，是掉地无爱看我。人家真的看不到啦。好，那很伟大。对。那来找张青蛙也是对。他住台中。哦，在台中，所以你晚上安全哈。嗯，可以。爸爸妈妈会不会去啊？叔叔对吧？你跟叔叔住在一起对不对？嗯，现在没有，我现在就是在逢甲工作了，所以就自己租房子这样。哎呀，看目睭无看，还阁会当工作，无简单呐。嗯。啊，你啊，迄落哈，啊，注意。我牵你回去。哎，无简单哦，无简单哦。嗯。这个演唱会，哦，加啦，这张是我啦。这张你哦，有同款的啊。无，你只有写演唱会尔，无写日子呢。好，嘿嘿，这特别介绍者，好歌才播哩，安怎唱都好听，伊甲江蕙同款拢好听。实力派的。一个是还袂假红，一个是一定生两个，偶生两个。你即摆声拄才咧唱出惯咯，是生囝惯的。生囝爱嘛，爱声惯。啊，我找到问题啊，高音我唱不上去，就是因为我没生过。哦，安那会，安你那边生，你那边生话来，空调啊，用的，嘛不会啊，哈。伊都这好嘢，那别个出去谈啦。是啥？是离婚那边？你说啦，人家婚姻幸福。对啊，我都知啊，婚姻幸福啊。今年二十五年吗？入行25年。哇，我是今年43。43，啊，两个拢后生哦。嗯。哦，是讲好啊，你有财产啦。可是他说，我两个分吼。不是啦，我即届酬劳拢捐出去诶。哦，你是公演，要来演唱会，所收入全部要捐出去。我家己的部分。你家己的部分，哦，你赚的钱，全部捐出去。哦，甲拍破啊，对啊。做公益诶。
你安尼讲我会歹势，啊，我家己谈的拢提醒啊。是啊，你这是有代志啊，你是人会甲你当个同情，你两个拢赶快拢关出去啦。对啊。是，伊关好需要人，那是关好借住啦。啊，伊拢无甲你拍债务嘛？有啦，拍债啦。啊，红对你足好吼。哦，袂歹啦。即个我出来安尼开演唱会，我就甘心诶。伊好就好啊，哦，有时啊翁哦啊，伊就原本你要免谈有通食，即好个，你奈着去处理，伊诶想法是安尼，因为今日处理未歹，搁红交伊。不是啦，伊惊赔。社会即寡大人，查甫诶话真歹。安怎？你想要坐伫啊？坐伫啊？迄个。诶，人迄个娶几届？你娶几届？我回来一次就又会，一辈子有的对对对，三数三数，加起来拢总七八。三数我等着你这个七呀，三数，怎么在下面？哎，会不会跟那一首歌有关系？哪一首？最爱的一首。哪一首？激情过后。哦，这个野瓜。这个。张清芳的这个歌才唱起来。好好听哦。啊，伊较早出来表演就是唱头一个、第二个。即代唱了尔，就唱袂个啊！哦，变压轴了。哎，人生就是变化。对，来听看卖，好啊，过年。我这个歌，这个歌当初拄好打唱片，拄好打发出来时，我就知影讲张清芳一定会红的。我，你想哪在？啊，敢那歌名都有刺激性。这个歌名什么歌名？激情过后。你看叶明。激情过后。哦。对不对？这就是这个做歌的人搞好，叫做激情过后。我讲迄个歌会红就红，未红免含我收钱。对。听说这次演唱会办了之后就不唱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哦，那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听啊！对啦，要红卖股啊！啊，那唱歌伊哪有会鸟无外好红啊？那红袂过啦。哈，这厉害啦！现场啊，就热烈哈。对啊，大家对你真好啊，所以咱高雄的好朋友啊。的赶紧去买哦，高雄最后一场，对。而且芳姐二十几年来，你看伊够变，哎，伊形态够变，啊嘛变无咯。我刚刚个是，你感觉伊唱歌有点特色？较水，较水，因为你生两个了，你写这他们等于表示富贵夫人。哦，贵妇，咁无啦，有啦，真正啦，嘿，未歹啦。啊，我伊唱歌迄个样子拢无变啊。不是，蛮新的。你多快呀！弄变，你是八字眉，应该是用八字眉，就高级耶。你像人讲伊囡仔袂用头生，我摕银头生相片来看。虾米？怎么会有？银头生有相片？哦哟，哎，你以前冇演过高中哦，芳姐。冇呢，冇。牛魔王啊！迄阵真的很时髦呢，迄阵。你哩卡咋？哎，而且手快的是。我就眉毛了。就心情看到就歹啊。哎，这个就做歹啊！你可能啦，张小妹甲你介绍，恁人客气点，可能提上来啊。唔系，伊就是讲伊受啥物委屈啊？哦，嘿，啊，我想了。啊，未即，那你即卖先见了，赞，有影。真的，较高尚，较高尚，嗯。啊，这银好生啦。我今仔比小心，你敢无实在？你也乌白来，恁只制作单位，你即卖甲用这张帮银好生。因翁哦，用钱啊，你肯死我，你讲你哪有病啊？是的啊，张千万翁迄制作单位底含恁陌生，没有礼貌呢。对对，含什么这啊，真正你生这哦？无啦，人叫我勾子也无啦。这是提个调皮鬼，这是蜡笔小新，你敢怎样子？你敢怎样子？我知影啦。嗯，大象大象大象。你生出来囝，恁翁嘛含你差不多变大汉尔，啊生出来囝靠靠长。有那个气啊，叫伊紧。哦，你唔通你想等人误会，想等误会。
我今天来你爱唱一段歌。我好不容易看到这个坏女人。我在唱激情过后的时候，一定唱片有几条歌，两个找。